各位朋友你哋好啊，咁见到呢个盒咧，上面个牌子咧就系 Gear Magus 啊，咁应该系几新嘅牌子嚟噶，咁我咧都系最近先识呢个牌子，同埋个 logo 咧好特别噶，究竟点解咧？咁啊，原来咧睇其中一只表咧就会有啲端倪嘅，咁今日咧系有两只表嘅，呢个盒入边一只啦，两只都系非常之特别嘅手表啊，个壳型咧应该就一样嘅，不过咧你见到呢一只咧，原来系双陀飞轮，唔系双摆陀。双陀飞轮啊，联动陀飞轮，而右边呢一只咧，哇，真系好特别、哦，系时分咧系分开嘅，同埋个分针咧，哇，真系一阵间要慢慢睇下先，睇咗呢一只先啦。咁啊，手上链嘅陀飞轮，咁当然唔系瑞士陀飞轮机芯啦，应该国产嘅陀飞轮机芯啦，同埋咧。见到下面嗰两个陀飞轮咧，个设计咧好似两个足球咁样样，有两个波啊，啊两个足球啊，系咁啊呢个呢只表咧就42mm 表径啦，厚度14mm 度啦，表意去表意咧就48.5mm 啊，咁见到咧叫 Gear Magus 啊嘛，咁所以咧嗰个表冠啊都有个 M 嘅字样，同埋你见到个轆咧系有啲镂空嘅设计，都几特别啊，唔单止呢只手表本身系 skeletonized 镂空啦，连个表意咧。都有啲相應嘅設計啊，因為佢做镂空嘅表面啦，咁所以咧嗰兩支針啊個尾嗰度你見到咧用紅色啦，咁睇落咧就會清晰啲，咁咧褪出個錶冠啦，咁就可以校到呢個時間啦，咁啊都尚算清晰嘅，因為佢用頭先都講咧用咗紅色啦咁樣，咁而家咧就校到10.2到啦，咁啊可以手上链嘅呢个手表，咁啊好晶莹通透啊，咁同埋咧条表带你见到有 contrasting stitch 啊，有唔同色嘅车线啦、啊，所以睇落咧就都几特别啊，即系有啲咧少少军表嘅感觉啦，咁当然只表就唔系啊，系条带啫，咁俾个底大家睇下啦，咁你见到咧所有嘢都非常之晶莹通透啊，写住咧30米防水嘅，同埋系 limited 系限量版。限量200只啊，都唔系太多数量噶咋，咁啊，亦都系用咗蓝宝石水晶镜啦，咁夜光亦都有嘅，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啦，陀飞轮咧，其实以前咧就喺怀表嗰度咧可以抵消呢个地心吸力嘅，咁两个陀飞轮系咪可以更加劲啲咧？咁我真系。无从稽考，我真系唔知道。我谂咧，而家都系装饰居多嘅，不过真系好型咯。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啦，42mm 标径嘅。咁除咗双陀飞轮呢一个版本之外咧，咁啊仲有呢一只咧，其实我觉得更加特别咯，因为咧佢呢个 complication 咧系啲高级名表啊，例如咧Pomigiani 帕马强尼咧，我先至见过啊。就系、是、咧，你见到嗰支分针啊，系喺个椭圆形嘅轨道嗰度运行，所以咧佢有伸缩。嘅功能㗎，所以呢一次呢真係好开心啊，你见到呢12时位置有个三角形啦，就指住个时啦，譬如话而家10时啦，咁跟住呢嗰、那个指针啊就指住10分啦，就10时10分啦，咁但係呢一个月时呢真係好特别啊，嘩，如果摆喺隻瑞士嘅 Pomigiani 嗰度呢都唔知六位数字啦，咁而家呢嘩真係好正啊，我一阵话俾大家听啊，蓝宝石水晶镜啦、都系30米防水嘅呢个版本，咁咧佢个用嘅机芯咧仲系 SW200 改装瑞士机芯，咁啊更加正啦！夜光大家见到咧好特别啊，连个牌子名啊 Gear Magus 咧亦都有夜光嘅数字，当然有啦。咁呢一只咧其实就再平过头先嗰只，因为头先嗰只咧就系陀飞轮啊嘛。咁呢一只咧就系 SW200 机芯改装嘅，亦都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啦。咁其实个表壳啊个大细咧就同头先嗰只一样嘅，功能咧就好唔同啦。我见到呢两只表嘅功能咧，就令我谂起啊嗰啲六位数字啊七位数字名表嘅功能啦。但系而家咧喺入门价位嘅手表见到，都算系入门价位噶啦，咁所以咧都令我叹为观止啊！咁大家对呢表有兴趣咧，都可以去到大角咀嘅七宝表啊，系啊，一段时间冇拍过，咁啊今次再去咧就见到两只最新嘅手表啊！咁呢两只手表咧，其实陀飞轮嗰只咧，双陀飞轮嗰只啊，定价咧就系38,000+港元嘅，咁而右边呢一只伸缩针嘅咧就系15,000左右啦，咁当然有优惠嘅，咁而家咧，
左邊呢一隻咧就講緊係優惠價，就係28,000+港元。咁右邊呢一隻大家都有數得計啦，即係萬松啲嘅港元優惠價。咁我覺得以呢個價錢咧，可以買到兩隻咁特別功能嘅手錶咧，大家真係可以認真考慮下。同埋呢兩隻錶啊，彷彿咧就教識我好多人生嘅道理啊！大家知啦，而家香港經濟啊真係唔係太好啦，我都唔止講過一次啦。但呢兩隻錶咧就教識我，左邊嗰隻啊就係咧要加倍努力，係啦，唔好放棄，加倍努力迎接新嘅挑戰。右邊呢一隻咧就教識我做人要好似啲分針咁，能屈能伸，不屈不撓，係啦，無論逆境點樣嚴峻都好，大家都不屈不撓，能屈能伸咁样去面对嘅。咁希望大家都继续支持唔同嘅牌子啦，好似今日介绍个新嘅牌子啦，支持地区小店同我拍片啊。未订阅都麻烦大家订阅支持，对我嚟讲真係好大推动力嚟嘅。第一次介绍呢个牌子啦，又见到咁得意嘅功能啦，梗係要同大家讲下啦。希望大家都鍾意我今日嘅分享啦，拜拜。